百岁老人都在用的甩手六步指，简单实用，每天练习带动全身红色液体循环。记得先点爱心收藏，每天多多练习。首先，双脚打开，身体保持直立，动作一上下甩手，这个动作可以拉伸我们的腋下开关，打通全身关节。动作二，上下交替甩手，站稳之后立起我们的脚后跟，抬头挺胸收腹。第三个动作，抱肩甩手，中拍往后打开，这个动作可以灵活我们的肩部开关，同时打开我们的胸腔，每次做50次。动作四，交叉式甩手，可以很好的灵活我们的肩部关节。动作五，脱水式甩手，可以锻炼到我们的腰部、胸椎，还有整个脊柱。动作六，交替式平移甩手，可以有效地打开我们的肩部、胸椎、腰部整个脊柱的开关。